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赴日演出，总统夫人周美青受邀担任荣誉团长，31号晚间抵达东京，用微笑展现亲和力。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此行除了在东京的两场演出，8月4号也将到国立故宫博物院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神品至宝展换展仪式献艺，周美青也将出席。合唱团团长马彼得说，能和总统夫人同行倍感荣幸，是很荣幸，代表去一些东博，那个责任就会比较重一些，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机会了，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周美青原定6月底故宫文物首度赴日展出时出席展览开幕式，却因东博未依合约处理借展文宣风波而暂缓赴日。5号第二批现展书画即将展出，周美青的出席也将为台日情谊加温。